主料，蒸米饭8碗，香蕉30克，黄瓜30克，辅料，沙拉酱，番茄酱，寿司醋10克，糖5克，醋5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黄瓜切成条，用醋和糖腌20分钟。米饭蒸好，用寿司醋拌好晾凉。香蕉切成条，先把海苔铺在竹帘上，然后米饭铺在海苔上，留约2厘米左右，不要铺上米饭，待倦的时候要封口。在米饭的1/4处抹上沙拉酱，铺上黄瓜条、香蕉条，再挤上番茄酱，然后卷起，用竹帘定型，然后切成段享用吧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刀会沾上米饭，那就用凉开水冲一下再切，就不会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